点球被带起来，打得还蛮扎实的哦，蛮扎实的哦，追到，哇、哦，王世聪追到撞墙倒地，但是这一分是无可避免的被拿走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王世聪拼得凶哦，被他接进手套里。哇、哦，真的是教练会担心的是他有没有撞到护垫之后的受伤问题，但是这个举手呢，就代表他应该是 I'm OK。哦，但是冲撞力道非常大哦，哦真的是奋不顾身的去接球啊！哦，王世聪这一球在接球的过程完全没有减速哦，因为球已经快要落地了，接到了瞬间跟全垒打墙的碰撞啊，整个人是撞上去了。